妈祖慈悲，大家好。有位网友在义德妈祖网站的讨论区来问世尊说，那个门神是不是每年都要更换，要换新的？那尊是这样回答的：每一年过年，我们都除旧布新，打扫一下，全部换新的。所以门神呢，我们几乎都可以换新的。那如果呢，我们看一看，我们门神呢贴在比较里面，它一整年下来都还很新呢、啊，还很亮丽呀、啊，还有神气在呀、啊。那你就把它擦拭一下，该贴好就贴好，看起来就是新的，也可以呀、啊。我们也这样很平安呢、啊。所以像神明的衣服，我们也没有说每年要换新啊，每次要跟他换，他说我要穿旧的啊，妈祖都说他喜欢穿旧的啊，所以说不是人的一种想法。我们呢随缘，随顺其缘，当然你不要已经旧了，你们还不把它换新，因为过年就是辞旧布新，喜气洋洋，瞻仰开泰，重新开始，对不对？重新开始，让人心情有一个重新开始，再奋发乾卦。金主助想不行，激化我们的这种能量啊，感觉就最重要，把精神把握住。宗教常常讲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啊。以上呢是师棍的见解，小小的浅见，供大家做参考，感恩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妈祖慈悲。